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新东方的新概念英语课堂，我是曲慧珍，曲老师。那么这一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第71课，我们来看课文。大家先听一下录音，然后呢，回答一个小问题。Lesson 71, A Famous Clock. First listen,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 Has Big Ben ever gone wrong?When you visit London,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you will see is Big Ben, the famous clock, which can be heard all over the world on the BBC. If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had not been burned down in 1834, the great clock would never have been erected. Big Ben takes its name from Sir Benjamin Hall.Who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making of the clock when the new Houses of Parliament were being built. It is not only of immense size, but is extremely accurate as well. Officials from Greenwich Observatory have the clock checked twice a day. On the BBC, you can hear the clock when it is actually striking,because microphones are connected to the clock tower. Big Ben has rarely gone wrong. Once, however, it failed to give the correct time. A painter who had been working on the tower hung a pot of paint on one of the hands and slowed it down.Okay, everyone. Has Big Ben ever gone wrong?说这个大本钟它出过错吗？有的同学说有，有的同学说没有。哎，我们要看书上的一句话是 Big Ben has rarely gone wrong， 很少出错，出过错没有？出过错啊，它出过错 ，just one time， 出过一次错，对不对？啊，书上后面给的有，所以说也是出过错的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篇课文了。这篇课文呢，大家尤其要注意长难句子的分析，我们从头看。When you visit London,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you will see is Big Ben, the famous clock which can be heard all over the world on the BBC. 说当你参观伦敦的时候，你首先看到的东西之一就是大本钟。那么大本钟是一个什么样的钟呢？它是在全世界的 BBC 广播电台上都能听到的那口著名的大钟。那么对于这句话，咱们先来分析一下句子成分哈。When you visit London， 这是一个时间状语从句打头，对不对？后面呢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这应该是主语了吧 ？You will see， 是不是应该做前面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的定语啊？这是一个定语从句，然后再接下来 is Big Ben， 这是不是就是主句的系表结构？也说整个主句部分应该是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is Big Ben， 再然后呢 ，the famous clock 是对 Big Ben 做了一个进一步的解释说明，这叫同位语，而后面还跟了一个 which can be heard all over the world on the BBC， 这显然是一个定语从句。定语从句的先行词是谁呢？是前面的 the famous clock， 所以大家来看这句话的结构呢，就是下面这个样子了哈。When you visit London， 时间状语从句，黄色字体的部分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is Big Ben， 这是整个的主句，然后 you will see 定语从句 ，the famous clock 同位语，然后 which can be heard all over the world on the BBC， 它又是一个定语从句。那么第一句话就给大家点出来了，整个这篇文章介绍的重点就是大本钟，对不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伦敦著名的大本钟，这是远看哈。然后呢，另外一个侧面，接下来呢，就是稍微近看一点哈。如果去伦敦呢，首先要看的就是议会大厦上的这个大本钟，就叫 Big Ben。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看一下具体这句话当中的细节部分，以及这句话是怎么写出来的。好，我们来看一开始的这个 When you visit London， 这个时间状语从句其实是说明了大本钟所在的位置，它位于哪儿？位于伦敦。要么说当你参观伦敦的时候，你首先看到的东西之一就是大本钟，对不对？所以说呢，它是先写了大本钟所在的位置是伦敦，
然后后面再引出来了大本钟。这就好像比如说拍电影的时候，大家看电影哈，假设比如说要拍北京的鸟巢，那么镜头呢一开始不会直接打在鸟巢上，会先给一个北京的远景，然后镜头再拉近拉近拉到鸟巢上。所以说写文章也是这个道理，要讲大本钟呢，哎，就先给一个大本钟所在的城市的远景，那就是伦敦，然后后面再具体到大本钟上面哈。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后面呢我们来看看主句里面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is Big Ben， 主句好说啊。然后呢 you will see 这个定语从句也很好办，省掉了这个关系代词 that。 再然后大家看看后面为什么要加上这个同位语呢？说到这儿为什么就不行了呢？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you will see is Big Ben， 大家想想，大本钟虽然很有名，但是呢世界上有没有一些地方的人他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大本钟，就是他根本都没有听说过 The Big Ben 这个名字，肯定是有的。那么 Big Ben 到底是一个什么呢？接下来给你做一个进一步的具体说明，因为你只说到 Big Ben， 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它是个什么呢，所以后面再做了一个进一步的说明 The famous clock。那大家就知道了，哦，这个大本钟啊，它是那个著名的大钟，它著名在哪儿了呢？它为什么就著名了呢？那很多人说我也没听说过它著名在哪儿了呢，所以后面又来一个定语从句 which can be heard all over the world on the BBC， 在全世界的 BBC 广播电台上都能听到的那口著名的大钟。哦，这样大家就知道听 BBC 广播电台能够听到那个钟声，哦，这就是那个大本钟发出来的，对不对？所以那么这是整个这句话它之所以这么写出来，是一步一步的把大本钟的信息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是一步一步的把大本钟的信息给大家介绍的完整一些。好，然后呢大家画下了一个词 famous， 我问大家 famous 表示有名的你肯定知道哈，那你知不知道我们还可以用什么词表示有名的呢？除了 famous 常见的词，大家当然应该知道 well known， 对不对？famous 跟 well known 这是我们见的最早的两个表示有名的词了。后面呢我给大家了两个词，一个 noted 一个 notable， 这两个词在新概念三册的课文当中都会出现，所以呢我们不妨顺便也记一下它两个也表示有名的。当然英文当中表示有名的词有很多了哈，这只是常见的几个。但是呢我们想想有没有一些人或者说一些东西它呢也很有名，但是呢人们记住他们并不是因为好的方面，而是因为坏的方面。比如说这个和珅，历史上的和珅也很有名，对不对？但是呢大家记住和珅不是因为和珅有多好，而是因为他有多糟糕，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用 famous well known noted notable 这样的词了，我们用什么呢？大家来看，首先我们可以用 famous 的反义词前面加 in， 但是大家要注意不能读作 infamous， 我们要读作 infamous。 好，这个词大家来跟我读 infamous infamous，或者你用后面这个词 notorious， notorious 也表示这种因为坏的方面而出名，这两个我们都可以翻译成恶名昭彰的、臭名远扬的，也是有名，对不对？都是形容词。好，再然后呢后面大家画下来书上的一个结构 all over the world， all over the world 表示在世界各地，遍布全世界。你可以说 all over the world， 也可以说 throughout the world。 throughout 这本身是一个介词，就表示遍及遍布什么什么，所以 throughout the world 跟 all over the world 是一样的。那你也可以说 across the world， across 有横跨的意思，对不对？你横跨这个世界是不是就是遍布全世界？或者你用 around the world， 这几个搭配都可以，直接在书上我们就可以替换。那么后面呢我们来注意一下这个结构 on the BBC， 为什么会说 on the BBC 呢？要用一个介词 on， 哎，大家来看，我们最早说通过广播通过无线电就是用 on the radio， radio 可以表示无线电或者是广播。那么包括我们见到的 on the air，
on the air 也是通过广播，通过空中嘛，你想通过空中就是通过广播，对不对？所以呢 BBC 这是一个广播电台，通过广播是 on the radio， 那么通过 BBC 也叫 on the BBC， 哈，这个介词我们都是用 on 的。好，那么第一句话我就分析到这儿，我喊一二三，大家一起来读一遍，然后呢我们要造个模仿句看看哈。 1, 2, 3, go. When you visit London,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you will see is Big Ben, the famous clock which can be heard all over the world on the BBC.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句话，我们可以仿写一下，在我们写到一些介绍景点的文章当中特别特别的常见。比如说呢，咱们要写一下北京的著名的建筑物，大家说北京著名的建筑物当然太多了，什么故宫啊、长城啊等等，08年以后最著名的就应该算鸟巢了吧，对不对？好，咱们来写写鸟巢哈，鸟巢就叫 the bird's nest。 那么写鸟巢怎么写呢？咱们模仿书上的形式，鸟巢位于哪儿呢？位于北京。所以你也可以说，当你参观北京的时候， When you visit Beijing。 那么接下来呢，后面我们有一部分可以跟书上一样了，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you will see， 这部分可以不变，然后 is the bird's nest， 就是鸟巢，对不对？鸟巢那也有一些地方的人，比如说像远在非洲某些国家，然后很贫穷，根本就没有电视啊，有的连广播也没有，那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也没有见过奥运会，也没有听说过这个鸟巢。所以说呢，我们要对鸟巢做一个进一步的解释。鸟巢是个什么东西呢？因为你光说那个名字的 bird's nest， 它是个专有名词，别人知道它指的是什么呀。所以呢，我们做一个进一步的解释，鸟巢是个什么？是一个体育馆，对不对？是个著名的体育馆，你就可以说 the famous stadium， 体育馆这个词叫 stadium， 它著名在哪儿了呢？那你当然可以说这个它的形状像鸟的巢，但是这句话你说上呢感觉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它就叫鸟巢，你说形状像鸟的巢，就等于你这个说明后面那个说明啊无济于事，对不对？当然它最著名的地方在于什么？你可以说它内部结构怎么怎么怎么样啊，占地怎么怎么样啊，但是呢最著名的还在于它在里面举，当然它最著名的还在于在里面举行了2008年的奥运会，当然不是所有的都在里面举行的了哈。那我们也可以说在里面举行了2008年，或者你说第29届奥运会的那个著名的体育馆。所以这句话的结构我们就出来了，你来看看。When you visit Beijing,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you will see is the bird's nest, the famous stadium where the 29th Olympic Games were held. 举行我们用 hold 就可以了，是在这里面举行的，所以后面我们用的是一个 where 所引导的定语从句。当然同学们，对于后面这个定语，你具体要对鸟巢做一个进一步的什么样的解释，那看你自己，你觉得它哪方面有名，然后你能，或者说你能说出来哪方面，你就把哪方面给写上来，对不对？好，这是介绍北京的鸟巢了。我们再来举个例子，比如说呢咱们要介绍一下纽约著名的建筑物，纽约有一个自由女神像，对不对？ The Statue of Liberty。 那你要介绍纽约的自由女神像怎么说呢？你也可以类似于这个结构，当你参观纽约的时候，接下来后面这部分暂且不变，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you will see is， 把后面名字改一下， The Statue of Liberty。 那么你对于自由女神像知道多少呢？自由女神像它是一个雕像，是一个雕塑，对不对？那你可以说 the famous statue， 它著名在哪儿了呢？当然你可以说它，比如说重达多少啊，然后高达多少啊，或者说你知道一些历史知识是由法国人民赠送给美国人民的呀，等等，这些都可以写。我现在换另外一个角度写，我说这个自由女神像它著名在哪儿了呢？它是在很多好莱坞电影当中都可以看到，所以后面这个定语从句你就可以加在很多好莱坞电影当中都可以看到的那个著名的雕塑。那么这样的话，这句话我们看是不是就出来了？
When you visit New York,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you will see is the Statue of Liberty, the famous statue which can be seen in many Hollywood movies. 好，这就是我们在写景点的时候，你看，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句子。整个这个句子的结构用起来也不简单啊，主句里面套了时间状语从句，然后还套了两个定语从句，对不对？所以能写出来这样的句子，在作文当中是相当不错的句子了。好，我们继续课文，再往下看。If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had not been burned down in 1834, the Great Clock would never have been erected. 说如果这个议会两院呀，在1834年没有被烧毁的话，这个大钟永远也不会竖立起来。哎，大家想想这句话，你觉得跟事实是一样的吗？现在大本钟是已经存在的了，他却说这大钟永远也不可能树立起来，显然跟事实不一样，因为前面的假设就是跟事实相反的。你看看前面的假设是，如果议会两院在1834年没有被烧毁，而事实上呢，英国的议会大厦在1834年确实被大火烧毁了，那么大本钟现在也确实是存在的，所以这句话是一个虚拟语气。那么我们前不久刚刚学过虚拟语气，大家还记不记得这句话的虚拟语气是与现在事实相反的呢，还是与过去事实相反的呢，还是与未来趋势相反的？对1834年的假设显然是对过去事实相反的假设，这是与过去事实相反的虚拟语气。我们看看结构是不是符合我们所学的与过去事实相反的虚拟语气的结构。从句用had 加过去分词，也就是过去完成，主句呢用 would have done， 对不对？所以完全符合这个结构哈。所以我们看这篇文章前两句话写出来就非常的不俗，第一句话人家结构用得很复杂，而第二句话呢人家用了一个虚拟语气。写文章的时候，我们就是尽可能的让你的句子，让你的句式变化多端一些，因为你老重复给别人的感觉就是你不会用别的。再说重复，你重复来重复去，美感就没有了。再好的东西你重复的变数多了，大家也不会觉得它美了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这句话里大家稍微画下了一个搭配 burn down， burn down 就表示烧毁，烧毁。我们也可以用 burn up， burn up， 你看里面用了 down 或者是 up 都表示烧毁，因为 up 这个词呀，它有比如说什么什么光了的意思，比如说 eat up 就是吃光， drink up 就是喝光， use up 就是用光，所以 burn up 就是烧光。所以这你也可以说 if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had not been burned up in 1834 the great clock would never have been erected。然后大家想一想，这句话表示建造的词，作者为什么用的是 erect 呢？我们可以用 build， 可以用 construct， 对不对？你为什么现在要用 erect？ 我们说 erect 这个词表示建造、建立，尤其给人的感觉是建造起来很高的东西。那大本钟大家刚才看到图片了，它很高，对不对？然后为一个高的建筑物上嘛，所以说我们就用了 erect 这个词。当然你用在这儿，你用 build， 你用 construct 等等也可以。好，继续往下看。 Big Ben takes its name from Sir Benjamin Hall，who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making of the clock when the new houses of parliament were being built. 大本钟呀，他的名字取自于这个 Benjamin Hall 这位爵士。说这位先生 Benjamin Hall 这位先生呢，他在新的议会两院的建造期间负责大本钟的建造，他负责大本钟的建造，所以就以他命名。那么这个人叫做 Benjamin Hall， 那以他命名，这大本钟也叫 Benjamin。 大家知不知道 Benjamin 跟 Ben 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 Ben 就是对 Benjamin 的昵称啊。我们看过有一部很早很早的美剧叫做《成长的烦恼》吗？里面那个小儿子就叫 Ben， 对不对？其实 Ben 就是 Benjamin 的昵称啊，就是西方人对人，尤其是对小孩子的昵称的方式，可以用前面的几个字母来表示，所以 Benjamin 就用前面的三个字母了 Ben， 就好像比如说 Joseph 就用 Joe 啊， Monica 有时候就用 Mon， 这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句话的结构。主句部分就是 Big Ben takes its name from Sir Benjamin Hall, 对不对？后面的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making of the clock? 这是定语从句吧，你看到这个显然是定语从句。然后 When the new houses of parliament were being built, 这又是定语从句里套的一个时间状语从句，所以说就是从句里套了一个从句，结构也比较简单。我们来看细节部分，大家画下来 takes its name from, 来自于这个结构 take one's name from, 就是以什么什么命名。你看看从谁谁那儿得到的名字，那意思就是以什么什么命名。命名我们也可以用 name 作为一个动词，所以这个结构咱们也可以说成 be named after 或者是 for somebody, 这个结构也可以一样的意思。比如我说呢，这个小男孩是以他叔叔的名字命名的， The boy was named after his uncle。当然你也可以说 The boy took his name from his uncle 也行啊。那么说到这儿，我要稍微提醒一下了，中国呀跟西方世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为了纪念某个人，那么比如说一栋楼啊，这个一条路啊，或者一座桥啊，或者一所学校啊，以某个人的名字命名，这是这个古今中外都有的，对不对？但是呢，西方人还有一点跟咱们中国人不一样的，他们会给孩子以长辈的名字命名。你看这句话里我说，这个孩子，这个小男孩是以他叔叔的名字命名的。咱们中国人会不会给孩子命名，然后名字里面是有他叔叔的名字，就是或者以他叔叔的名字来给这个孩子命名？我们中国人绝对不会。中国人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尽可能都要避开长辈的名字，就是孩子的名字当中不能出现跟长辈的名字重复的那个字，对不对？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但是西方人则不然，他们会给孩子以某个长辈或者以某个名人的名字命名。为什么呢？这样说明的是对那个人极大的尊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长大之后像那个人，所以才会给自己的孩子以那个人的名字命名。所以这是西方人跟中国人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哈。大家读过文章吗？说以前像这个山西的，比如说山西以前做生意的比较多嘛，啊，老板，那么这些老板之间竞争啊，有时候那竞争有时候就成对手，就成敌人了呀。所以有些人就给自己的儿子或者是孙子以那个竞争对手的名字命名，那意思就是说你谁谁谁就是我儿子，就是我孙子。这在外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他们觉得既然你们两家是死对头，你干嘛还给自己的孩子以他的名字命名呢？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中外文化不一样的地方了。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后面大家来看，这有一个名字 Benjamin Hall, 这个名字本身啊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前面加了一个 Sir, 大家看这个 Sir 是不是就比较奇怪了呀？我们最早知道的 Sir 可以表示先生，但是表示先生的时候后面有没有跟一个名或者姓的呢？根本都没有。 Sir 表示先生的时候我们是单独用的，对男士的尊称，对不对？所以 Sir 在这儿我们不翻译成先生，刚才我翻译的时候大家也听到了，这个 Sir 我们翻译成爵士， Benjamin Hall 爵士。那有的同学说爵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头衔呢？我们先这样来看，大家是不是知道英国是有贵族的？英国的贵族呢有五个等级，叫公侯伯子男，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我们分别看一下，公爵叫 Duke, 然后呢侯爵 Marquis, 伯爵 Earl, 子爵 Viscount, 最后贵族当中的最后一个等级是男爵 Baron, 这是英国贵族的五个等级。大家来跟我读读看 after me, Duke, Marquis, Earl, Viscount, Baron, 好，这是贵族的五个等级。那么 Sir 呢，你看我们是翻译成爵士的，这五个要么是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并没有爵士这个称呼，对不对？所以说 Sir 这个称呼呀，
这是一个称呼啊。那么这种头衔呢是叫做 Knight。Knight 本身可以表示骑士，在这儿意思就是爵士。Knight 并不算贵族，这是由女王册封的。你对国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女王可以把你册封为爵士。一旦被册封为了 Knight 之后，称呼这个人的时候，就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上 Sir。所以Knight 是一种头衔，那么 Sir 只是一种称谓而已。比如说历史上有名的 Sir Winston Churchill。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然后呢还有 Sir Isaac Newton， 同学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了不起，埃萨克·牛顿啊。牛顿是英国第一个被册封为爵士的科学家，所以称他就称 Sir Isaac Newton。 那么咱们书上呢就是 Sir Benjamin Hall， 这人被册封为了爵士，所以称呼他的时候就称 Sir Benjamin Hall。 那么我们看看现在呢， Sir 后面跟的是名加姓，就是全名。如果单独跟一个的话，我是单独跟名还是单独跟姓呢？就好像 Mr. 他后面可以跟名加姓，如果单独跟一个我们是跟姓的，对不对？那么对于 Sir 后面如果单独跟一个，我们跟的是名而不单独跟姓。所以像这位 Benjamin Hall， 我们可以管他叫 Sir Benjamin， 但是不能管他叫 Sir Hall， 就是英文当中的称谓后面跟什么我们要注意的。事实上这个词的用法也很像 Aunt 跟 Uncle， 对吧？后面你可以跟全名或者单独跟名，不能单独跟姓。好，咱们继续往下看，再来看看后面那个定语从句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making of the clock？ 我们画下来这一句，我们画下来这个结构里有一个特别常见的搭配 Be responsible for， 对什么什么负责。 Responsible 就是形容词，负责任的。大家来造个句子哈。我们在新闻当中经常听到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这一事件负责。怎么说呢？迄今为止我们可以用 so far， 没有任何组织就是 no organization。 so far 出现我们会用现在完成时态，所以这句话我们就会说成 so far no organization has claimed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accident， 声称我们就叫 claim 了。 be responsible for， 对什么什么负责任，特别常见的一个结构。我们继续往下看，它负责什么呢？负责 the making of the clock。 making 就是建造，哎，大家看在这儿 make 表示什么意思？就是建造，相当于 build。 我们在第八课早就见过哈。那么在这儿呢用的是它的名词形式 making， 纯粹就是名词了。 for the making of the clock， 后面这个时间状语从句 when the new houses of parliament were being built。我们看看后面要用 build， 所以前面那个建造你还用一个 build， 两个不就重复了吗？所以它换了一个词。而且大家看看整个这篇文章当中到处都在避免重复，第一开始在第四行建造那个词用的是哪个？ erect， 然后刚才又用到的是 make 跟 build。 英文当中我们干嘛要学那么多同义词呢？就是写作的时候大家要表达同样的意思，你尽可能的去换一换。英文的写作咱们一定要努力的去避免重复。好，我们继续往后看了。It is not only of immense size, but is extremely accurate as well. 说这个大本钟啊，不仅仅 of immense size, 尺寸巨大，而且还非常非常的准确。这里面用了 not only, but 什么什么 as well 的结构，这个大家知道，我就不多做说明了。继续往后看，为什么大本钟会这么的准确呢？接下来给解释了，说Officials from Greenwich Observatory have the clock checked twice a day. 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官员们每天呀会两次派人校正这口钟。你想我们的表戴在手上，它只要是走的，尤其石英表，你一年两年不用管它，只要有电池就可以了。但是这口钟呢一天要校正两次，所以它当然很准确了。这句话用了一个结构 have the clock checked， 这个搭配我们在58课是重点讲过的，使一件事情被做，尤其是让别人做，所以呢我们刚才就翻译成请人派人哈，每天两次派人校正这口钟。
On the BBC, you can hear the clock when it is actually striking, because microphones are connected to the clock tower. 说在 BBC 广播电台上呀，当这个钟打点的时候，它报时的时候，你就能听到，因为有麦克风被连到了钟塔上。麦克风连到了钟塔上，这样的话呢，这个钟报时的时候，那个麦克风就可以把这个声音放大了，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听见了。这句话的结构简单。On the BBC 介词短语 ，You can hear the clock， 这是主句了。When it is actually striking， 时间状语从句。后面的 because 又引导的原因状语从句。原因状语从句里用了一个结构 be connected to， 这个搭配我们在64课的时候见过。你可以说 be connected to， 也可以用 with， 两个介词都行。当时我们还说过，你还可以用be linked to 或者是 with， link 也表示连接联系，对不对？后面用 to 用 with 都对的。那么同学们回忆一下，我们在64课当时还说过另外一个词 associate。 associate 在这可以用吗？不行。 associate 指的是头脑当中抽象的联系，而不是具体的连接。书上是不是具体的连接呀？麦克风连到钟塔上就是具体的物理上的连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用 associate。 来继续课文往下看。 Big Ben has rarely gone wrong， 大本钟很少出错。 Rarely 就是 seldom，很少出错，很少并不是一次也没有啊，所以后面还有一次出错了。大家把 go wrong 画下来， go wrong 这个搭配就表示出错。你来看看， wrong 是个形容词，那么什么样的动词后面会跟形容词呢？系动词。好，同学们， go 在这是一个系动词，当然不翻译成走， go 在这的意思是变得变错，那我们当然就翻译成出错。大家现在见到的表示变得的词很多了哈， get, become, turn 等等， grow 哈。那么 go 这个词表示变得跟那些有点不一样的在于， go 往往是往不好的方向变，你想出错是不是就不好了呀？那么包括我们再来举个例子，比如我说发疯，我们在21课见过发疯是不是叫 go mad， 发疯是不是也不好了，往不好的方向变，就是变疯。包括如果我要说变瞎了，那怎么说呢？ go blind， 变聋了， go deaf 等等，往不好的方向变我们会用到 go。 继续往下看。 Once however it failed to give the correct time， 然而有一次呀，大本钟没有能够给出正确的时间，没有能够显示出来正确的时间。大家还记不记得 fail to do 意思是努力去做但是最终没做成。人家大本钟是想显示正确的时间的呀，然后努力半天结果没显示成，因为后面我会看到有一个人，有一个油漆匠把这个一桶漆挂在其中一个指针上，就那样硬生生的把它拉满了哈。所以这是努力去做最终没有能够做成，这个搭配我们见过多次了。后面那个 give 的意思就是 show，显示没有能够显示出来正确的时间。继续往下看，接下来就是原因了。 A painter who had been working on the tower hung a pot of paint on one of the hands and slowed it down， 一位在钟塔上工作的油漆工把一桶油漆挂在其中的一个指针上，就这样把它变慢了，把它拉慢了。Who had been working on the tower 显然是定语从句，定语从句里用着这个时态，大家能不能告诉我这叫过去完成进行时态？我们在第62课刚刚学过，什么时候用过去完成进行呢？表示一个动作从过去开始一直持续到过去的一个时间。你想人家油漆匠是当然是从过去开始的，他一直在那工作持续到，是不是当然仍然是过去的一个时间，整个这件事情就发生在过去嘛，显然它不是持续到现在，所以我们就用过去完成进行时态。后面那个 hung 大家要注意一下，hung 原型是谁呢？ hang 过去式过去分词都是 hung， 表示悬挂。但是大家必须要注意， hang 这个词我们还可以表示上吊或者是绞死，
这个时候它的过去时过去分词是 hand， 直接加 ed， 表示不同的意思，过去时过去分词的变换方法是不一样的。在后面呢，大家看 a part of paint， 看看后面的参考译文翻译成什么，翻译成一只油漆桶，这个翻译不准，大家把那个英，大家把那个中文呀给划掉，改一下 ，a pot of paint 不是一只油漆桶，而是一桶油漆。你就想我们生活当中说 a glass of water 是一个水杯子还是一杯水啊？当然是一杯水，对不对？所以在这是一桶油漆，他把一桶油漆挂在 one of the hands 其中的一个指针上 ，and slowed it down。最后这个 slow 显然是形容词，在这儿把它当成了动词来用，大家记一个搭配 slow down 就是使变慢，其实你加不加宾语都可以，加宾语就是使变慢，然后不加宾语直接就是变慢，那比如我跟你说慢一点哈，你开得太快了，你朋友开车，你坐在旁边，你说慢一点，你开得太快了，那这时候就可以说 slow down slow down, you are driving too fast. 这个时候 slow, 我们看是不是就是一个不及物动词，它没有跟宾语。你跟宾语也可以啊，比如我说 the bad weather slowed us down. 坏天气让我们的步伐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行动变慢了，或者是我们的让那个整个计划进展的慢了啊。总之坏天气是我们让我们变慢了，那这个时候呢它就有宾语，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及物动词，所以及物不及物都可以。好了，那么关于七十一课我们也就到此为止了七十一课到了第三单元的末尾，新的语法现象倒是没有，但是大家就是要注意长难句子它的用法。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七十三课了，七十三课呢是第四单元开头的一个文章，也是大家要注意长难句子的用法。另外呢，大家要注意，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常见的主谓一致的用法。到了第四单元的文章，由于大部分都是复习，所以呢，我们会挑着一部分的课文来讲啊，就要讲的课文呢就会稍微少一些，因为绝大部分都是复习了。好，咱们来看看七十三课，我们先读一下生词。大家翻到书的 page 342, 342页，咱们来把生词读一遍。Record holder, record holder. Truant, truant. Unimaginative, unimaginative. Shame, shame. Hitchhike, hitchhike. Meantime,Meantime, lorry, lorry, border, border, evade, evade. 好，单词呢，我们来讲一讲 truant, unimaginative, shame, 然后呢 meantime 以及 evade. 我们先来看 truant.Truant 意思是逃学的孩子，我们一般啊都会用这样的一个结构 play truant 就是逃学，固定的搭配 truant 前面什么修饰词也不用加。举个例子，我说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他总是逃学， He always played truant when he was a child， 这样就可以了哈，直接 play truant 就表示逃学，也表你要表示逃学也可以用 cut class， 就类似我们说翘课啊，这个也行，或者呢咱们用 play hooky， play hooky 也这个比较口语，三个结构都可以表示逃学。来继续往下看，接下来我们来看 unimaginative， 这个词呢我们关键是看几个特别容易弄混的形容词， unimaginative 是缺乏想象力的，我把那个 un 去掉，这就是一个反义词的前缀 imaginative， 那意思就是富于想象力的，对不对？ imaginative 是富于想象力的。大家再来看，你有没有见过 imaginable， imaginable 意思是可想象的，能够想象得到的，这叫 imaginable。 因为呢 able 这个后缀它也是一个形容词的后缀，我们就表示能够什么什么的，所以就表示你能够想象得到的，可想象的。还有一个形容词呢，大家来看
imaginary. Imaginary 意思是想象中的、虚构的。所以这三个大家尤其要区分开，来跟我读读这三个形容词 after me. Imaginative, imaginable, imaginary. 三个词都来自于动词的imagine 啊，想象。顺便看一下它们的名词形式，就是 imagination 想象力。这是跟 imagine 相关的几个词，大家要记一下啊，都是同根词，记起来也好记。就是你要区分开这三个形容词。我们举例子，分别什么时候来看用哪个形容词？咱们先看一句话，这是电影《指环王》当中的一句话 ：It was picked up by the most unlikely creature imaginable.It 就是那个指环王啊，说他呀那个戒指被你能想象得到的最不可能的一个人捡到了。 Pick up 就是捡到了， likely 可能的， unlikely 不可能的， creature 我们在这表示人， imaginable 想象得到的，被一个你能想象得到的最不可能的人捡到了，就是那个 Frodo 他爷爷。好，然后我问大家，一位作家，我前面要拿一个形容词来修饰，你觉得是 imaginative 还是 imaginable 还是 imaginary？ 能想象得到的，还是富于想象力的，还是虚构的？富于想象力的比较好吧，因为富于想象力的作家，这个时候才能写出来情节呀，各方面比较离奇的文章，对不对？那么这样的一位作家写出来的故事，那就是An imaginary story， 虚构的一个故事，对不对？我们来做一道题，大家来看看这道题选什么。我们来看看这句话 ：She's a very 什么 student? She's always talking about traveling to outer space。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她总是谈论着到外太空去旅行，总是谈论着去外太空去旅行，说明这个学生怎么样？富于想象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应该选的是。Imaginative. Yeah, she's a very imaginative student. 那后面其实解释的就是说明这个学生他富于想象力。他怎么富于想象力了呢？他总是谈论着到外太空去旅行。好了，关于这个词我们就到这儿。剩下的几个词呢，我们下一节课来了，再继续。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新东方的新概念英语课堂，我是曲慧珍曲老师。我们继续来学习第73课，来看下面一个单词 shame。 shame 表示惭愧啊，羞耻。首先呢，我们来记一个搭配，课文当中用的 put somebody to shame， 就是把某人呀置于羞耻的地位，那意思也就是使某人蒙羞，让这个人啊觉得自愧不如，这就叫 put somebody to shame。 举个例子，比如我说当 Frank 开始唱歌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自愧不如了，我们都觉得自愧不如。如果用我们做主语的话，那么现在本来在这个结构当中我们是宾语，那么要用我们做主语，当然就要用被动，对不对？好，看看应该怎么说。 When Frank began to sing, we were all putto shame. Yeah, when Frank began to sing, we were all put to shame. 这就是这个结构的用法，一会儿课文当中我们再看看课文当中的应用。然后同学们，我们再来看一个结构 what a shame。 哎，这个搭配啊，同学们特别特别容易翻译成多丢人啊，哎呀多羞啊。事实上它不是这个意思，而相当于 what a pity， 意思是多遗憾呢。Hey, what a shame， 这表示多遗憾啊。那你要跟别人说你真丢人，我们用什么呢？ Shame on you， shame on you， 你真丢人，真可耻，这么来用。来给大家看一个片段，这是 Friends 当中的一个片段。在这段时间之内呢， Ross、 Chandler 还有 Joey 他们三个住在一起，然后呢Ross 表现的就跟个老大一样，看着他俩这个工作，尤其是这个 Joey 比较贪玩，但是呢他是演员嘛，接了一个戏，然后得背那个剧本，他背不下来，然后还得练习啊等等，然后他就走了，跟 Joey 说 Joey 要练习，结果回来之后一看 Chandler 在陪这个 Joey 玩呢，然后这个 Ross 就不干了哈，来再训斥这个 Chandler。 我们来听听看。Shame on you! You should know better. Joey needs to work. Now come on. 我们看这个 Ross 说什么呢？
Ross 跟 Chandler 说 ，Shame on you， 你真可耻。You should know better， 说你应该更好的了解的。Joey needs to work， Joey 是需要工作的。Now come on， 那现在那我们赶快来工作吧，帮 Joey 练习这个剧本吧。所以 Shame on you， 你真可耻。我们再来看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呢是还是 Friends 当中 Phoebe 啊，她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姐叫 Ursula， 然后呢她有一天就发现她姐姐在用她的名字来拍一些成人片，然后呢 Phoebe 就特别的生气去找她姐姐，我们来看看哈。 Shame on you and shame on all of you, you're disgusting。 看看这个 Phoebe 说的什么呢，Phoebe 说 Shame on you， 你真丢人。 And shame on all of you， 你们所有的人真丢人。 You are disgusting， disgusting 意思是让人恶心的，你们真让人恶心。好了，就是 shame on you， 以后你跟别人说你真丢人，你真可耻，我们就这么来用啊， shame on you。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 meantime。 meantime 表示期间，就是一段时间之内。那我们要说在一段时间之内，当然要加一个介词，这个介词我们用 in。 in the meantime 我们就翻译成在此期间，在此期间，在这段时间之内，这就叫 meantime。 但是大家来看，我们还可以用 meantime， 就是 meantime 直接用，前面不加 in the， 因为呢 meantime 还可以做副词，副词本身就相当于介词短语，所以单独用的时候 meantime 是一个副词，如果是用 in the meantime， 在这个短语当中 meantime 是一个名词都可以，也相当于 meanwhile。Meanwhile 通常我们是单独用的，把它当一个副词来用，因为 time 是一段时间， while 也是一段时间，所以 meanwhile 也表示在此期间。好，最后咱们再来看看 evade。 evade 表示逃避逃离，比如我们经常说逃税，税叫 tax， 不是 taxi， taxi 是出租汽车， tax 就是税了哈。 evade taxes 就是逃税。还有像逃学，我们就可以叫evade school。 当然呢evade school 这不算是一个固定的搭配，就是 evade 这个词可以表示逃避逃离， school 是学校，逃避学校逃离学校，所以它可以表示逃学。那么逃学如果要用的更加的地道一点，那我们就会用到前面的 play truant cut class 这样的结构哈。它的名词我们来看叫 evasion。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64课见过它的反义词叫 invade。 invade 是入侵侵略，当时我们说来自于 in 这个字根就表示进来嘛， vade 这个字根表示走，走进来就是入侵侵略。那你想 evade 我们怎么记呢？ vade 还是走， e 这个前缀就相当于 x， ex 就是出去，那合在一起就是走出去，走出去就是逃避逃离，所以呢刚好是一对反义词。我们再把这对反义词来读读看，evade, invade。 好，那么生词就到这里了，接下来咱们来看看课文，听一下录音，然后回答一个小问题。 Lesson 73, The Record Holder. First listen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 Did the boy go where he wanted to?Children who play truant from school are unimaginative. A quiet day's fishing or 8 hours in a cinema seeing the same film over and over again is usually as far as they get. They have all been put to shame by a boy who, while playing truant, traveled 1,600 miles. He hitchhiked to Dover andTowards evening, went into a boat to find somewhere to sleep. When he woke up next morning, he discovered that the boat had, in the meantime, traveled to Calais. No one noticed the boy as he crept off. From there, he hitchhiked to Paris in a lorry. The driver gave him a few biscuits and a cup of coffee.And left him just outside the city. The next car the boy stopped did not take him into the center of Paris, as he hoped it would, but to Perpignan, on the French-Spanish border. There he was picked up by a policeman and sent back to England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He has surely set up a record for the thousands of children who dream of evading school. Okay, everyone. Did the boy go where he wanted to? 这个孩子到了他想去的地方了吗？我们书上说并没有。He wanted to go to the center of Paris. 他想去巴黎的中心，市中心。But the driver left him just outside the city. 但是司机啊，就把他放在了城市的外面，也就是把他放在了郊区的地方，没有带他到市中心，对不对？所以还是没有到达他想去的地方。好，那我们来看这篇课文了，从头看。Children who play truant from school are unimaginative. 逃学的孩子是缺乏想象力的。啊，这句话的结构很简单，主句部分就是 children.Are unimaginative. 什么样的孩子呢 ？Who play truant from school? 逃学的孩子。其实我们要表示逃学的孩子，你直接就可以说 children who play truant. 那个 from school 啊，加不加都可以，你不加照样也是逃学的含义。那加上呢，就是意思更加明确一些，从学校里逃出来。那我们照着这个结构，咱们来说一个句子，看看这句话怎么说。比如我说。考试作弊的孩子呀是缺乏想象力的，因为考试作弊，孩子们一般能想象到的就是揣个小纸条啊，然后把那个或者答案写在手上啊，然后或者那个钢笔那个管里啊，等等等等啊。所以说这个考试作弊的孩子是缺乏想象力的。看看这句话应该怎么说。考试作弊用哪个词呢？ cheat， 就用 cheat 就可以。所谓考试作弊是在考试当中作弊，你可以说 cheat in examinations。 看看这句话也就应该是 Children who cheat in examinations are unimaginative。 好，这样就好了，考试作弊的孩子是缺乏想象力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说逃学的孩子就缺乏想象力呢？接下来他给你举例证明了呀，来看看第二句话。A quiet day's fishing or 8 hours in the cinema seeing the same film over and over again is usually as far as they get. 说呀，要么是安安静静地钓上一天鱼，要么是在电影院里反复看同样一部电影，看8个小时，然后通常孩子们也就能到达这个程度，也就是逃学的孩子一般他们就能到达这个程度了。同学们，咱们来分析一下这句话的结构啊，这句话可比较麻烦。你先帮我找主句的主语部分。一般来讲，放在句子开头的名词我们就当主语了哈。那么我们从这句话的开头找，一开始有一个 a quiet day， 同学们一看到 day， 说这个 day 是不是主语呢？不是，你看 day 后面还有一个 ps， 这个 ps 表示什么什么的，说明啊它是做定语修饰后面的 fishing。 哎，修饰 fishing， 那说明 fishing 应该是一个中性名词，对不对？动名词当名词来用嘛。好，所以我们找到了句子的主语是 a quiet day's fishing， 中心词在于 fishing。 但是光找到 fishing 还不够啊，你往后面找还有一个 or 这个词。那么 or 呢，它是一个并列连词，说明后面还应该有一个主语跟前面的 fishing 并列，对不对？好，我们再往后面找 or 后面的另外一个主语是什么呢？有的同学一看那么开头的主语是 fishing， 所以后面就找 seeing。 在这儿啊，同学们， seeing 不是做主语的。如果你 seeing 做主语，那么前面那个 8 hours 你做什么成分？8 hours 就是一个名词呀，一般放在开头的名词就是做主语的，对不对？所以 8 hours 在这儿做的是主语。那么有的同学说 seeing 做什么成分呢？ seeing the same film， 我们可以说这是分词做状语啊。好，这是一个分词做状语， in the cinema 介词短语做状语，后面 over and over again 就是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的。那么所以这样一来，主句的两个主语我们已经找着了，一个是 fishing， 然后后面另外一个是 8 hours， 中间拿 or 连接在了一起。那么我们找着主语了，接着再找一找谓语的部分是谁呢？显然后面是 is，
对不对？后面是 is， 再往后面，那表语其实就是 far。后面当然 as far as they get， 像什么什么一样哈、啊，这是一个状语从句了。所以大家来看整个这句话的核心部分哈、啊，主语是 a quiet day's fishing or 8 hours， 也就是 fishing or 8 hours， 这是主语。然后后面谓语是 is。哎，那现在有没有同学提出疑问？你看我们两个主语，一个是 fishing， 一个是 8 hours， 两个主语谓语动词怎么用 is 呢？好，有的同学说很聪明，那因为呢中间是 or 连接在一起的， or 连接两个主语呢，谓语动词要跟离它近的保持一致，这也叫就近原则。但是现在问题又出来了呀，那么谓语动词是不是跟 8 hours 保持一致？ 8 hours 是一个复数啊，你看上去 8 hours 这是不是一个复数？主语是复数，为什么谓语动词用单数呢？好，这一点大家切记哈。 8 hours 你看上去是复数，但是它表达的是时间 time，时间总体上来讲是不可数的，所以谓语动词还是要用单数。时间不可数，只是它的衡量单位能数而已，所以谓语动词一定要用单数的形式。那么接下来呢，就此机会我们来总结一下常见的主谓一致的现象。因为呢主谓一致这个现象特别特别的重要，英文当中任何你写出来一句话，谓语动词都要跟主语保持一致，这就是主谓一致。所以接下来呢，咱们来看看常见的主谓一致的现象哈。咱们把最最基本的情况也总结在内。好，我们先说可数名词的单数或者是不可数名词做主语的时候，谓语动词我们是用单数的，对不对？可数名词的复数做主语，当然谓语动词是用复数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再多做说明了。继续往下看，大家来看 one of, each of, either of, neither of, none of 等等，它们这些结构后面跟的都是名词的复数，但是呢谓语动词通常还是用单数的形式。为什么呢？你想想 one of 表示什么什么其中之一，既然是其中之一，说明后面那个名词是不止一个的，所以要用复数。但是呀，它是其中的一个做主语，谓语动词是不是要单数了？那么 each of 也表示一个嘛，任何一个。然后 either of 是两者当中的任何一个，还是一个，所以谓语动词都在用单数。 neither of 表示两个当中一个都没有， none of 表示很多个当中一个都没有。然后一个都没有的时候做主语，通常谓语动词还是要用单数的。比如我说这些书没有一本是我的，怎么说呢？ None of the books is mine， 通常情况下都要用单数哈。好，这是第二条，我们继续往下看。不定代词做主语，谓语动词是要用单数的。哪些是不定代词呢？像 some 打头的表示人表示物的词， any 打头的包括 every no 等等，这些打头的表示人表示物的词都叫做不定代词。你想 someone 是某个人，你不知道他代替的是哪个，所以这叫不定代词。做主语谓语动词要用单数，比如我说有人在等你呢， someone is waiting for you 啊，我们要用 is， 包括 something， 包括 anyone anything， 什么 everyone everything no one nothing 等等，谓语动词都要用单数。好，再继续往下看，the 加形容词表示一类人，做主语谓语动词要用复数，这个我们在25课一开始的时候提到过。25课的标题 Do the English speak English? The English 就是 the 加形容词表示一类人的哈。由于他们是一类人，一类人就不止一个呀，所以做主语谓语动词要用复数的形式。大家还记不记得这句话？ Only the good die young，只有好人死的时候是年轻的，我们翻译成好人不长命，对不对？你看 the good 这是主语，谓语动词 die 这就是复数。哎，到现在有没有同学搞不清楚动词的单复数跟名词的单复数有什么不一样？我也稍微提醒一下，
名词呢是加上 s 或者 es， 它是个复数，但是对于动词加上 s 或者 es， 它是单数。动词的原形用在这儿，就本身这就已经是复数了哈。动词的三单才是加上 s 或者是 es， 所以这点一定要跟名词的单复数区分开。好，咱们继续往下看。这一条同学们特别容易用错，表示时间、金钱、距离、重量等等这样的名词做主语的时候，谓语动词一般用单数。时间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比如说 8 hours 什么什么等等啊， 3 days 这样的做主语，谓语动词通常要用单数，因为本身表示的是 time， 虽然 days hours 等等是能数的，但是 time 本身不能数，所以谓语动词都用单数。那么金钱它的衡量单位，比如说英镑啊、美元呀、甭管多少英镑啊、多少美元做主语，谓语动词一般是用单数的。距离比如说300英里呀、等等啊，重量比如说500吨啊这之类的做主语，谓语动词一般来讲要用单数的形式，因为它本身表达的名词是一个不可数名词。举例子，比如我说三年的时间太长了，我不能等，怎么说呢？ 3 years is too long for me to wait。 你看我们要用 is， 3 years 做主语，后面要用 is， 不能看到 years 是个复数，我们就用后面谓语动词，你就用复数 are 的形式。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大家看这一条。不定式动名词包括一句话做主语，谓语动词一般我们还是用单数的形式。不定式也好，动名词也好，它是一个句话，一句话我们也就是主语从句了，对不对？做主语的时候谓语动词通常都用单数。大家想想，我们主语从句的时候一般是不是都把主语从句往后挪，前面拿 it 来代替，所以既然是 it 是个第三人称单数嘛，所以谓语动词要用单数的形式。举例子，比如我说吃是我的最爱， eating is my favorite， eating 动名词做主语，谓语动词用单数。再看这句话， it's nice to be with you，跟你们在一起真好，这个时候 to be with you 不定式做主语，谓语动词也用单数 is， 只不过我们把它往后挪，前面拿了一个 it 来代替。包括我们来看这句话怎么说，你所说的话是真的， what you said 要用 is true 还是 are， 也是要用 is， what you said is true。 所以我们看动名词、不定式还有一句话做主语，谓语动词通常我们都用单数的形式。接下来大家再来看这一条，这一条我想大家不陌生了哈， either or neither nor not only but also 以及 or 等等，连接两个主语的时候，谓语动词我们要用就近原则，跟谁近那么我们就跟谁保持一致。比如我说不但我是学生，而且他也是学生，如果说 not only I but also he， 后面要用什么？ is a student， 因为呢谓语动词现在离 he 近，那我们就跟 he 保持一致，所以就要用 is。 当然我要颠倒一下呢， not only he but also I， 后面就要用 am a student。所以这是就近原则，这是大家在学校里都经常会学到的一条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一条 there be 句型。 there be 句型啊，当中这个 be 我们要取决于靠近它的主语，这个也有点像就近原则，对不对？其实跟我们可以把它跟就近原则归为一类，但是 there be 句型稍微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呢？因为呢有些语法专家认为，既然 there be 句型后面是主语，那么也就是后面如果多余一项的话它都是主语，那也就有的专家就认为如果后面只要多余一项那就是复数， be 动词我们就用复数。这只是一些语法专家的看法，你也不能说错，但是呢现在大家在学校里考试的时候哈，我们用的更多的还是 there be 句型当中的 be 取决于靠近它的主语。举例子，比如我说这个桌子上啊有一支钢笔和三本书，如果我用的是 a pen and 3 books， 那我们要用什么呢？ There is a pen and 3 books on the desk，
但是如果我说的是 three books and a pen， 那么这个时候离这个 be 动词近的就是 three books， three books 就是个复数了，那么我们就要说成 there are three books and a pen on the desk。 所以说这个 there be 句型我单单把它拿出来，因为稍微跟别的就近原则还是有点不一样，但学校里的时候我们考试还是按就近原则来算。然后再继续往下看，大家来看这一条比较麻烦哈。 both and连接两个主语呢，谓语动词要用复数，我想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吧。 both and 既然是 both， 说明是两个，那你两个做主语了，两个当然算复数嘛，所以谓语动词要用复数。但是有别于 and 连接两个主语的时候啊，我们需要看看主语到底指的是一个还是两个。如果主语指的是一个，谓语动词要用单数，那么指两个，谓语动词就用复数。有的同学纳闷了，既然是 and， 不就是这个和那个吗？它怎么还能指的是一个呢？我们来举例子看看。比如大家来看这句话哈，我说比如大家来帮我做做题看看。The singer and the dancer 什么 coming to our city， 我想说的是The singer and dancer 然后要来我们的城市了，在这儿我们要填一个 is 呢还是要填 are？ 有的同学一看说 The singer and dancer， 我们填 are 不对，因为大家看在这儿 The singer and dancer 虽然有 singer and dancer歌手舞蹈家，但是我前面才用了一个冠词 the， 说明这指的是一个人，那位歌手兼舞蹈家，既然是兼舞蹈家，那一个人你谓语动词当然是不应该用单数了 is。 再来看这句话呢， bread and butter 什么 fattening， fattening 意思是令人肥胖的，仍然在这儿我们填一个 is 还是 are。 有同学一看黄面包和黄油是令人肥胖导致肥胖的，但是呢在这儿 bread and butter 这是一个固定的搭配，指的是黄油面包，黄油面包算是一种东西，所以谓语动词仍然要用 is。 那有的同学说我看到了两个名词连接在一起，我咋知道它是一个，它是指一个还是指两个？后面呢尤其是到了九十课我们会见到一些搭配啊，就是往往这样两个固定的看上去是 and 连接的是两个，但是往往指一个的，九十课课文当中包括课后习当中会出现一些。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看这两句话，刚才 and 连接的都是俩名词，它有可能指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东西，原则在于哪儿？我们要看是几个冠词，一个冠词它就是指一个人或者一个东西，当然像 bread and butter 它都是不可数名词，那就没有冠词了哈。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看 and 连接的是两个动作，来看第一句话，Going to bed early and getting up early 什么 a good habit， 就是我们常说的早睡早起是个好习惯。那你是填 is 呢还是填 are 呢？你想想看，单单早睡算不算好习惯？你晚上八点钟就睡了，第二天十点钟才起床，你是早睡了但没有早起，算好习惯吗？不算。那你再往后看，单单早起呢，你早上六点钟起床了，但是你晚上三点钟才睡，算不算好习惯？也不算。所以必须要合在一起，早睡同时早起，是不是算一件事？谓语动词要用单数，而且你看看后面是 a good habit， 是一个习惯，对不对？一个好习惯，所以谓语动词要用 is 的哈。然后大家再看这句话， to love and to be loved 什么 great happiness， 在这空格当中仍然要填一个词，爱与被爱是非常幸福的事情。那么你就要想想了，爱你光爱别人，别人不爱你幸福吗？不幸福吧。那么别人非常爱你，你不爱别人幸福吗？也不幸福。同时你爱别人，别人又爱你，两情相悦，这个时候才是幸福的事情，对不对？所以 and 连接的这两个动作仍然把它当作一件事情，谓语动词还是要用 is 的。可见
and 连接两个主语的时候，咱们大家就一定要小心一下哈，看看指的是一个人、一个东西、一件事情，还是两个人、两个东西、两件事情。如果是一个或者一件事情，谓语动词就用单数；如果是两个或者两件事情，那么谓语动词我们就用复数。好，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些有关主谓一致的表达，当然还有一些琐碎的细节部分，只是大的方面我给大家总结出来这么几条，以后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好，咱们回到课文上来，我们继续往下看。这句话的后半部分我再稍微提醒一遍，这句话的后半部分我再稍微提醒一下吧。什么什么什么 is usually as far as they get， 这个 far 呀，在这并不是表示具体的路程的远，而是抽象的程度，他们最多也就能到达这个程度。好，继续了。 They have all been put to shame by a boy who, while playing truant, traveled 1,600 miles. 他们呢，都被一个孩子给比下去了，什么孩子呢？逃学期间走过了1600英里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我们仍然分析一下这句话的句子成分。 They have all been put to shame by a boy， 这是不是就是主句了？后面的 who 怎么怎么样，这是一个大的定语从句。哎，同学们，我要问问你，定语从句当中那个 while playing truant 这是一个什么用法？这个用法算什么呢？在逃学的时候， while 表示当什么什么的时候，它是连词，后面我们看不到是句子，就是省略，我们在前面31课讲过。那么 while 之后省掉了什么呢？省掉了 he was while he was playing truant， 所以这是定语从句里又套了一个时间状语从句。大家看主句部分是黄色字体的部分哈，整个 who 后面大的你可以看作一个定语从句，里面又套了一个 while playing truant， 这是一个时间状语从句。另外呢，大家再看看这个 while playing truant， 其实它本来应该放在句子的末尾比较好， who traveled 1600 miles while playing truant， 因为呢时间状语从句我们要么是放在最开头，要么是放在最末尾，它是这个Who traveled 1,600 miles 这个定语从句的这个它是这个定语从句里所套的时间状语从句。由于定语从句它前面要修饰那个名词 a boy， 一般情况下要紧跟着，所以说这个 while playing truant 通常我们是放在后面的。那么现在作者为什么把它提到了句子中间呢？ Who while playing truant traveled 1,600 miles，大家想想，为什么把这个时间状语从句放在了句子的中间？一般情况下，一个本来在末尾的东西，我们把它往前提，通常是为了强调，强调啊，它不是假期旅游的时候走过了1600英里，而是你看逃学的时候走过了1600英里，是不是重点强调他在逃学期间这段时间之内走过了1600英里，这就很了不起了，对不对？所以为了强调这一部分，就把它提到了句子中间，前后加上逗号。而且呢，大家看，你一旦把这个东西，把这个时间状语从句往前提了，提到句子中间，感觉句式是不是也发生了变化？你写出来的句子不至于那么矮板了，不至于通通都是，哎，要么状语从句放开头，要么状语从句放末尾，感觉还改变了一下句式，无形当中似乎增加了一点难度，但其实也不难，就是把它往前提，前后加逗号，这样就好了哈。所以这个状语从句就提到了整个这个定语从句的中间。好，我们回到这句话上来，再看看这个结构。Be put to shame， 这是我们在生词当中讲过的主动的结构，就是 put somebody to shame， 让这个人觉得羞耻，就是让这个人觉得自愧不如，或者也就是说把这个人比下去了，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可以用一个词 overshadow， 你看看 shadow 是什么意思呢？影子，你的影子在某一个人的上方，
就是你的影子盖着他了，是不是感觉让他黯然失色？让他黯然失色，是不是就觉得他跟你比就比不过你啊，就自愧不如吧？所以说这两个是一样的。那么书上你就完全可以说 They have all been overshadowed by a boy， 而且用这个词感觉特别特别形象，就是你的影子感觉压在了他身上哈，让他比不过你。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接下来啊，就要给你讲述他怎么样走过了这1600英里了。往下看。He hitchhiked to Dover and towards evening went into a boat to find somewhere to sleep. 他呀，先是搭车到了多佛，多佛这是英吉利海峡边上英国的一个港口。到了多佛，然后呢，快到晚上的时候，钻到了一艘小船里。钻到小船里干嘛呢？去找一个睡觉的地方。Hitchhike 表示搭顺风车，搭顺风车去某地，我们就用 hitchhike to some place， 所以直接说 he hitchhiked to Dover。 And 大家看看后面那个后面这句话当中的 towards evening， 其实也是把它往前提了，跟上面那个 while playing truant 的结构用法是不是有点像啊？一方面呢强调是快到晚上的时候钻到了一艘船里，快到晚上天都不那么亮了呀，那别人就没有看见他，对不对？好，钻到了一艘船里。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变换了一下句式。后面我们来看他钻到船里干嘛呢？ To find somewhere to sleep， 这是一个不定式做目的状语，为了找一个睡觉的地方。如果你要再细分的话，后面那个动词不定式 to sleep， 它又做前面 somewhere 的定语，睡觉的一个地方，对不对？睡觉的地方，所以它是做定语的。好，继续往下看。When he woke up next morning, he discovered that the boat had in the meantime traveled to collide. 说呀，第二天早上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这小船在此期间都已经到了加来了。哎，这到加来可了不起了，加来这是英吉利海峡边上法国的一个港口，他这一晚上呀就从英国到了法国了。当然他们也不需要签证啊，就直接可以过去了。那么我们来看 discover 在这的意思表示发现，这个我们前面提到过，可以 discover 可以表示重大的发现，另外就可以相当于 find out 啊，在这其实就是 he found out， 他发现什么呢？ The boat had in the meantime traveled to collide。 大家看看后面 that 引导的是一个宾语从句，对不对？这个宾语从句当中那个 in the meantime， 同学们你看本来是不是也应该在句子的末尾，在句子的末尾，现在也是把它往前提了，为了是不是还是强调啊？强调就在此期间，就这一晚上的时间，船都已经从英国到了法国了，还是为了强调的。那么把它提到句子的中间前后，需要加上逗号。当然，同学们，我们说 in the meantime 还可以用 meantime， 你直接替换呀。The boat meantime traveled to collide。或者我们用 meanwhile 一模一样，其实大家来看是不是也相当于 at the， 其实大家来看是不是也相当于 at the same time， 与此同时，对不对？用这个结构也行。再往后看了， No one noticed the boy as he crept off。 当这个孩子啊，后面同学们你说那个 crept 原型 creep， 我们在27课讲过，本来的意思是悄悄地爬，你说在这儿要不要翻译成他悄悄地爬出来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他，不妥吧？ creep 在这儿的意思是悄悄地走，当他悄悄地走出来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他。而且同学们你没发现 crept 这个词用得特别的好吗？我们27课说 creep 它表示悄悄地走，悄悄地爬，强调的是静悄悄的，甚至有点偷偷摸摸的，怕被别人发现。你说这孩子为什么要 crept off， 静悄悄地走出来呢？因为是个孩子呀，他没有到法定的年龄，单独一个人外出，这是没有监护人的陪同，这是不许可的呀。那别人如果发现他，是不是就会把他比如说交到警察局呀，然后这样的话就又被送回家了，对不对？所以说他要悄悄地走出来啊，不要让别人发现他。继续往下看。
From there, he hitchhiked to Paris in a lorry. 从那儿啊，他又搭顺风车到了巴黎。不过这次搭的是卡车 ，in a lorry 就是卡。In the lorry 就是坐卡车，其实 lorry 就是美国人所谓的 truck 啊，就是卡车。但是呢，大家要注意一下，你要用 in the lorry， in the lorry， 用 a lorry 前面的介词就要用 in。如果我们用 by 的话，你就不能加那个用 by 我们就只好说 by lorry， 对不对？不过现在他强是坐一辆卡车，所以就用 in the lorry。继续往后看。The driver gave him a few biscuits and a cup of coffee and left him just outside the city. 说司机啊，给了他几片饼干，还有一杯咖啡啊，这个司机真好心。然后呢 ,left him just outside the city, 就把他放在了城市的外面。Leave, 在这儿不表示。Leave, 在这儿不表示离开，他的意思其实就是使把某人留在那儿，放在那儿，让他处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让他处在了，让他把他留在了巴黎的外面。接下来这句话大家要注意一下了，这是这篇课文比较有难度的另外一句话。The next car the boy stopped did not take him into the center of Paris as he hoped it would, but to Perpignan on the French-Spanish border. 说这个孩子拦住的下一辆车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把他带到巴黎的中心，而是到了法国西班牙边界上的Perpignan。 大家来分析一下这句话的整体上的句子成分哈。 The next car 当然是主句的主语了，后面呢 The boy stopped 这是定语从句，对不对？谓语的部分 did not take 带他到哪儿呢？did not take him into the center of Paris。 到这儿，这是不是应该是主句了？主句里套了一个定语从句哈。后面呢 ？As he hoped it would， 像他希望的那样。后面 as 引导的是一个方式状语从句。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方式状语从句里面还套了一个很短很短的从句？It would 就这俩字，这是一个什么从句？在 hope 的后面，动词的后面，这是宾语从句。有的同学说，我咋看不出来是宾语从句呢？省略的太多了 ，would 之后省掉了 ，take him into the center of。would 之后省掉了 ，take him into the center of Paris。啊，把后面动词啊宾语部分全都省了，然后连那个连接词 that 也给省掉了，然后后面还有一个 but to Perpignan on the French-Spanish border， 这个 but to 什么什么又做什么呢？这一部分其实是跟前面的某一部分并列的，哪一部分呢？ into the center of Paris。 那么整体上来讲，大家来看这句话的结构，主句部分就是 The next car did not take him into the center of Paris, but to Perpignan. 然后 The boy stopped, 这是定语从句 As he hoped, 方式状语从句，里面又套了 It would, 宾语从句。然后后面 On the French-Spanish border, 修饰前面的名词 Perpignan, 法国西班牙边界上的某某某地方，对不对？这就是整个这个大句子的句子结构。那么整个这句话里面大家最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看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not but， not but 这个搭配我们表示不是什么而是什么，就是没把它带到巴黎的中心，而是到了哪哪哪，所以这是并列的结构，连接并列的句子成分。但是呢，我们在这儿并没有完全能够看得出来，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 to Perpignan 跟前面的 into the center of Paris 它俩是并列的。因为呢，大家看，如果这句话按照正常的写法的话，我们把 not but 完全并列起来应该怎么说呢？大家来看，应该说 The next car the boy stoppedtook him not into the center of Paris as he hoped it would, but to Perpignan, 什么什么什么，
大家看，这样的话 ，not into but to， not 后面 into 什么什么介词短语 ，but 后面是个 to 什么什么介词短语，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完全并列了呀？但是，一般我们不会这么说，因为呢，这个 not 我们习惯于还是放在谓语动词的位置，然后前面有个助动词，所以说呢，就用了咱们书上的形式 ，the next car the boy stopped did not。Take him into the center of Paris， 也就是说，就是把这个 not 往前提了。但是 not 你不能凭空就往前提啊，前面要加上一个助动词 did not， 然后后面 took 还原 did not take him into the center of Paris 什么什么。好，这是整个这句话的原型啊。然后咱们书上用的是一种更通俗、更常见的表达方式。然后刚才我们说，你把这句话再写全了，把宾语从句也写全了，后面加了一个，后面省略掉。OK， 那如果把这句话整体上来讲写全了 ，it would 这是个宾语从句，后面省略掉了 take him into the center of Paris。好，这就是整体上这句话的句子结构啊，稍微有点复杂，我希望大家下去把这句话能够看得懂。然后呢，这篇课文的后面还有一点点，我们下一节课来了继续。不过呢，之前我要稍微给大家布置一个小任务，大家把书翻到 page 344页，我们看大写字母 C 下面有十道题，这十道题都是每句话当中给的都是简单句，然后呢，括号当中给你了连词，让你通过连词等等，反正一系列的方式，把这样的简单句连成复合句。然后大家可以先把这十道题做一做，我们下一节课来了再继续。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新东方的新概念英语课堂，我是曲慧珍曲老师。我们继续73课啊，73课剩了一点，我们把它看完。打开到 page 342页。好，大家来看课文的第11行。 There he was picked up by a policeman and sent back to England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说在那儿呀，他被一个警察 pick up， 在这儿我们翻译成逮捕了，在那儿他被一个警察逮捕了，然后呢又被当局送回到了英国去。大家把这个结构画下来， pick up， pick somebody up， 在这儿翻译成逮捕。当然 pick up 的意思多了，我们最基本的知道它可以表示捡起来，对不对？那么包括可以表示拿车接某人，你想拿车接就是把一个人捡起来放在车里，对不对？所以逮捕某人呢，是不是也是把某人捡起来然后再放在警车里啊？所以还是跟捡起来的意思相关。举个例子，我说他呀努力逃走的时候被警察给逮捕了。 He was picked up by the police， 当他努力逃走的时候， as he was trying to get away。好，这就是 pick up 用起来好用。然后再往后面看， and sent back to England， 也就是 was sent back to England， 被送回到了英国。被谁呢？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authority 表示当局，我们在前面62课讲过，通常都会用复数，所以就是用 the local authorities。 如果要用 government， 我们就会用单数 the local government。继续往下看， He has surely set up a record for the thousands of children who dream of evading school。 他呀毫无疑问的是 set up a record， 创造了一项记录，给谁创造记录呢？ For the thousands of children， 成千上万的孩子们。什么样的孩子们呢？ Who dream of evading school， 后面又是一个 who 所引导的定语从句。大家把 set up a record 画下来，创记录，你可以说 set up a record， 也可以说 set a record， 要不要 up 就可以。就好像中国话，你可以说创造一项记录，也可以说创一项记录，那个造要不要都一样，对不对？所以英文当中这个 up 呢，我们也是要不要都可以。
然后在后面定语从句当中 dream of 我就不写了，我们之前讲过 dream of 表示梦想着做某事或者梦到某事，我们都是要用 dream of， 后面有动词要用动名词。好，这篇课文本身也就是到此为止了，接下来呢大家往后翻一页来看344页这10道题大家做得怎么样。好，我们先看第一题。The climbers reached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They spent the night there. 登山者到了山顶，然后呢在那儿度过了那个晚上，用 not only but 什么什么 as well 来连接，我们看看应该怎么说。Not only but as well 连接的是并列的句子成分，所以现在我们看把这两句话合成一句话，都哪两部分并列呢？一个是 reached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另外一个是 spent the night there。 所以呢最终的结果就是 The climbers not only reached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but spent the night there as well。我们看就把这两部分并列起来就可以了。好，继续来看第二题。 A fire broke out in a cinema. Several hundred people tried to leave the building. A number of them were injured. 用 when 和 and 来连接。那么这道题里面呢有三句话，三句话给了两个连词，所以刚刚好。只是呢大家要确定一下哪个连词放在哪个位置。好，我们来看第一个 when 首字母都已经给你大写了，说明我们应该是放在开头的，对不对？ When a fire broke out in a cinema， 后面 and 当然是连接后面俩句子了，所以这句话好说。 When a fire broke out in a cinema， several hundred people tried to leave the building and a number of them were injured。好，继续来看第三题。 James Sullivan will give a lecture at the local library next week. His book on the Antarctic was published recently. 说呀，这个下周 James Sullivan 这个人就要在当地的这个图书馆举行一场演讲了。后面呢，他的书 on the Antarctic 关于南极的那本书是最近出版了。大家要用 whose 连接在一起，用 whose 连接定语从句，那么 whose 代替的应该是形容词性物主代词一样的词，所以它代替的应该是第二句话当中的 his， 那么整个后面组成的从句应该修饰谁呢？修饰第一句话当中的 James Sullivan。 所以我们做出来的结果，大家看， James Sullivan whose bookOn the Antarctic was published recently, will give a lecture at the local library next week. 继续 number 4. The police searched everywhere. The missing boy could not be found. His dog could not be found. 那么后面给定的用 although 以及 neither nor 连接在一起。从意思上来看呢，整个这句话的意思我们要翻译成，尽管警察搜寻了每一个地方，但是呢那个走失的孩子和他的狗都没有被找到，对不对？那 although 显然应该放在句子的开头吧，也就是 although the police searched everywhere， 后面 neither nor 连接并列的句子成分，把后面的两句话当中某两个部分并列，哪两个部分并列呢？一个是 the missing boy， 还有一个是 his dog。 我们用了 neither nor 连接在一起，就不能要那个 not 了，因为它俩本身就是否定的意思，所以我们最后做出的结果呢就是这样了。 Although the police searched everywhere, neither the missing boy nor his dog could be found. Number 5. Fares have increased. The railway company is still losing money.The employees have demanded higher wages. 后面给定的用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以及 because 来连接。同学们，我们讲过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就相当于一个字 although。 尽管，那从意思上来讲，整个这个大长句子什么意思呢？尽管呢费用提高了，铁路公司仍然亏钱，因为员工要求更高的工资，对不对？所以我们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是不是应该放在句首啊？然后 because 放在第二句话的前面还是第三句话的前面呢？
当然是第三句话的前面，所以我们最终做出的结果就是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fares have increased, the railway company is still losing money because the employees have demanded higher wages. Next one. He gave me a fright, I knocked the teapot over. 用 such that, 这句话好说。他呀把我吓了如此的一跳，以至于我把那个茶壶给撞翻了。怎么说呢？He gave me such a fright that I knocked the teapot over. 继续往下看。I made sure the alarm clock worked. I set it. It would ring at 6 o'clock. 那么后面给定的用 after making 以及 that 以及 so that 连接在一起。After making 放在句子开头，那也就是确认什么什么之后，确认什么之后呢？确认是不是那个闹钟它工作。闹钟在走之后，然后接下来呢，我就把这个闹表啊给上上了，就为了它在6点钟的时候能响。所以我们要怎么说呢 ？After making sure 那个 that 是不是应该放在 the alarm clock work？ 那个 that 是不是我们应该放在 the alarm clock worked 前面，组成一个宾语从句？所以呢，最后的结果就是。After making sure that the alarm clock worked, I set it so that it would ring at 6 o'clock. Next one. I hid the Christmas presents under the desk quickly. My younger daughter would not see them. She entered the room. 给了 so that 和 when. 那么这样两个连词要分别放在两个句子的前面。那么整个这个题目当中有三句话，而且连词都没有大写，说明应该放在后两句话的前面，对不对？所以我们做出的结果就是 I hid the Christmas presents under the desk quickly so that my younger daughter would not see them when she entered the room. 意思也很简单了，那意思就是说我呀快速的把那个圣诞礼物藏在了桌子底下，就为了我的小女儿进入房间的时候不看到他们。好，再来看第九题。I refused the offer. I explained I had already been offered a job by another company. 用 refusing that 什么什么。那么 refusing， 大家看 R 还是大写的，说明放在开头，这是一个分词做状语的形式。那么 that 当然应该放在一个句子的前面，我们看应该放在第二句话的前面还是第三句话的前面呢？第二句话的前面，我显然讲不通吧？你不能说 refusing the offer that I explained， 这意思对，应该放在第三句话的前面，也就是 refusing the offer I explained that I had already been offered a job by another company。这是 that 引导一个宾语从句，对不对？做 explain 的宾语，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宾语从句 ，refusing 分词做状语。再看 number ten。He fought the wolves off for 3 hours. Help arrived. 给定的连词是 before， 这个最好做了哈，两句话一个连词。Before 显然应该放在第二句话的前面，那也就是 He fought the wolves off for 3 hours before help arrived. 他呀跟这些狼搏斗了3个小时，把狼赶走了。然后后来呢，那个援助救援才到达。好，那么这些题我们也就到此为止了。接下来呢，咱们要进入 Lesson 74 74课。74课呢，尤其大家要注意一种特殊的定语从句的用法。好，我们先读一下生词。The first one, limelight, limelight, precaution, precaution.Fan, fan, shady, shady, sheriff, sheriff, notice, notice, sneer, sneer. 好，生词我们来讲 limelight, precaution 和 fan。我们先看 limelight， 意思是舞台灯光。这个搭配 in the limelight， 在舞台灯光之下。
那就是受人瞩目。因为表演的时候啊，别的地方都是暗的，就那个舞台灯光的下面，就舞台那个灯光打到谁的身上，就是打到表演者的人身上，表演者是不是就受人瞩目？所以这个结构表示受人瞩目。那么对应的 out of the limelight 就表示不受人瞩目，对不对？对应的。同时我们再来看看舞台上的那个灯光，就是聚光灯，也叫 spotlight。 spot 就是点嘛，把光聚集到一点啊，所以也叫 spotlight。 那我们说 in the spotlight 仍然表示受人瞩目。举个例子，比如我说大卫贝克汉姆总是受人瞩目。大卫贝克汉姆他的名字叫 David Beckham， 怎么说呢？ David Beckham is always in the limelight，或者你用 in the spotlight 都可以。哎，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大卫贝克汉姆的名字的读法哈。前面我们翻译成大卫，好的同学会读成 David， 好的同学会读成 David， 不要读成 David 而读成 David。 后面呢是 Beckham， 然后我们读的稍微快一点就是 Beckham David Beckham。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接下来再来看 precaution 预防措施。这个词呀很好记，你看它是两部分， pre 加 caution， caution 是小心。大家在很多餐厅啊，比如说麦当劳、肯德基，那地上都会看到一个小黄牌子，上面写着 caution wet floor 啊。 caution 的意思就是小心，所以意思就是小心地滑，对不对？地湿嘛，地湿就滑。那么 pre 是提前，提前小心，所以就是预防措施。我们习惯上用复数比较多，比如说呢 fire precautions 就是防火啊措施，那么 safety precautions 安全预防措施，采取措施我们用 take precautions。 举个例子，我说我们应该采取措施阻止这种疾病的蔓延，蔓延叫 spread， 怎么说呢？ We should take precautions toprevent， okay， we should take precautions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take precautions 表示采取措施。类似的大家来看看，表示类似的大家来看看，这个词是预防措施。如果说措施，我们应该用哪个词呢？叫 measure 啊， measure 就是措施， precaution 预防措施，通常也是用复数，比如我们说 take necessary measures， 采取必要的措施，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采取有效措施， take extreme measures， 采取极端的措施。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fan 这个词，表示什么什么迷啊，就是一个崇拜者，这就叫 fan。 比如说电影迷就叫 movie fan 啊，音乐迷 music fan 啊，足球迷 soccer fan 啊等等。那我要说他是周杰伦的一个啊崇拜者，怎么说呢？ He's a fan of Jay Chou。 你还可以在 fan 前面加修饰词 big， He's a big fan of Jay Chou， 意思就是他特别崇拜周杰伦。Fan 是一个什么什么迷，什么崇拜者。区分一下 lover 程度就没那么重了， lover 就是一个爱好者。那比如说 music lover 音乐爱好者， art lover 艺术爱好者， wine lover 就是喜爱这个红酒的人，对不对？那么 lover 的程度没有 fan 那么重，如果比 fan 的程度再重一点，也有一个词叫 maniac， 这就更狂热，疯子狂热者就叫 maniac。比如说 he's a sex maniac， 我们就翻译成他是个大色狼啊就好了。再看这句话呢， Adolf Hitler was a war maniac， 阿道夫希特勒他是一个什么人呢？ war maniac 我们可以翻译成战争狂人啊，希特勒是一个战争狂人。大家把这三个词再来跟我读读看 after me， fan， lover， maniac。好，那么生词就到这儿了，我们接下来来看这篇课文，大家仍然听一下录音，回答一个小问题。 Passage 74 Out of the Limelight. An ancient bus stopped by a dry riverbed, and a party of famous actors and actresses got off. Dressed in dark glasses and old clothes, they had taken special precautions
so that no one should recognize them. But, as they soon discovered, disguises can sometimes be too perfect. This is a wonderful place for a picnic, said Gloria Gleam. It couldn't be better, Gloria, Brinksley Mears agreed. No newspaper men, no film fans. Why don't we come more often? Meanwhile, two other actors, Rockwall Slinger and Merlin Greaves, had carried two large food baskets to a shady spot under some trees. When they had all made themselves comfortable, a stranger appeared. He looked very angry. Now you get out of here, all of you, he shouted. I'm sheriff here. Do you see that notice? It says no camping, in case you can't read. Look, sheriff, said Rockwall. Don't be too hard on us. I'm Rockwall Slinger, and this is Merlin Greaves. Oh, is it? Said the sheriff with a sneer. Well, I'm Brinksley Mears, and my other name is Gloria Gleam. Now you get out of here, fast. Okay, everyone, why was their disguise too perfect? 为什么说他们的伪装是过于完美了呢？因为呢，我们从原文当中，因为呢，我们从录音当中已经听到了，连那个 sheriff 都不相信他们是那几个著名的演员，对不对？ Because the sheriff didn't believe they were famous actors. 所以连那长官都不相信，也没有给他们便利，所以伪装是过于完美了。啊，好，然后咱们来看这篇课文。An ancient bus stopped by a dry riverbed, and a party of famous actors and actresses got off. 说呀，有一辆老掉牙的这个公共汽车停在了一个干涸的河床边，然后呢，有一群著名的男演员、女演员就下了车。那个 ancient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用法，同学们，本来要是表示车特别的旧，你用 old 就可以，用 ancient 是古老的嘛，古旧的，所以就很有意思，很夸张的一种说法。大家把 stop 画下来，如果你要表示车子停下来，咱可以用 stop， 也可以用 stop 的名词，咱们这么来用 come to a stop。Halt 也是停止，所以咱们也可以说 come to a halt。 那么咱们书上你就可以说 an ancient bus came to a stop by a dry riverbed， 或者呢也可以用 pull up， 啊 pull up 这也是停止，也是一个固定的搭配，你完全就可以说 an ancient bus pulled up by a dry riverbed。但是大家要注意区分一下 break hard， break hard 也是停，但是这给人的感觉是急刹车，就是突然嘎吱一声就把车停下来了，这叫 break hard。 好，我们来看看一些三册课文当中的应用。比如说呢，大家看，这是新概念三册第六课当中的句子， It came to a stop outside the jewelers， 就是这辆车呀在那个珠宝店的外面就停了下来，所以这句话里用的 come to stop， 对不对？我们再来看，这是新概念三册第九课的，我们主要看后面这部分就可以了。The car came to a grinding halt， 我们看用的就是 come to a halt 的结构，加上 grind 就有眼磨的意思。Come to a grinding halt 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嘎吱吱那样的停下来啊，那样的一声停下来。然后你再看，这是新概念三册33课的句子。Seeing a cake flying through the air, a lorry driver who was drawing up alongside the car pulled up all of a sudden. 我们现在大家只需要看到这部分就可以。A lorry driver pulled up all of a sudden. 一个卡车司机突然就停了下来，对不对？ Pull up 在这是停止。你再看，这是新概念三册还是33课的句子。This made the driver following her break hard. 这就使得紧跟着他的那个司机啊 break hard， 就是急刹车。所以这个稍微有点不是太一样。好，我们回到课文上来。后面大家注意一下 ，riverbed 就是河床啊，河床。那么 seabed 呢？
海床，其实 seabed 就是海底啊。这个星期三则课文当中也有。往后看 ，and a party of famous actors and actresses got off. A party of 大家画下来就是一群，相当于 a group of 什么什么，表示一群。你用 party， 你用 group 都可以。Party 经常可以表示一群人，比如说 a search party 就是一个搜寻小组 ，a rescue party 一个营救小组。对不对？你看看，这是三册第八课的句子。The only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monastery in winter are parties of skiers， 一群群的滑雪的人，一群 a party of， 一群群的就叫 parties of skiers， 一群群的滑雪的人。然后在圣诞节，在复活节啊，去那儿的一群群的滑雪的人。后面大家再画下来 ，get off， 这表示下车。到第四单元了，咱们有些东西呢，我们要做一个回顾，看大家还记不记得哈。get off 下车呢，一般指的是下上像什么公共汽车、火车、飞机、轮船这样的下车叫 get off， 能站起来的交通工具啊。下我们用 get off， 那么上呢，跟它对应的我们在十四课讲过叫。Get on， 但是如果是小汽车、出租车这样的，那么上下我们不用 get on、get off。那么如果是上呢，咱们会用 get into； 下我们会用 get out of。Get into the car， get out of the car。接下来呢，我稍微给大家补充一点，如果你要专门表示上下飞机或者是轮船，我们也有专门的词。那么上飞机或者上轮船我们用 embark on， embark on the ship 或者是 the plane。 那么下飞机下轮船呢，我们就用 disembark。 disembark 后面的搭配是 from， disembark from the ship 或者是 disembark from the plane， 这俩尤其指的是上下飞机或者是轮船，其他的火车呀，然后公共汽车呀，我们不用这样的结构。好，继续往下看了。Dressed in dark glasses and old clothes, they had taken special precautions so that no one should recognize them. 说这群人呀，他们是戴着墨镜，穿着旧衣服，这样采取了特殊的预防措施，就为了没有人能够认出他们来。咱们先分析一下这个句子的句子结构。Dressed in dark glasses and old clothes， 这是分词做状语，对不对？ They had taken special precautions， 是不是主句了？再往后面 so that 引导的目的状语从句。我们看，这是这句话的大结构，黄色字体的部分呢是主句，然后前面分词做状语，在后面是一个 so that 所引导的目的状语从句。我们来看看开头为什么会用 dressed in dark glasses and old clothes。 你说开头为什么要用 dressed in 的形式，要用过去分词做状语呢？因为来自于我们要表示穿着什么什么，我们会用 be dressed in 的形式，人做主语，然后用 be dressed in。 这样你看 somebody 跟 dress 之间就是一个被动关系，有 be 动词有过去分词就是被动了哈，所以我们要用过去分词。那么其实本来说全了不用过去分词做状语，那本来应该说 they were dressed in dark glasses and old clothes and they had taken special precautions 什么什么，对不对？我们看本来应该是两句话，然后呢前面那句话就把它改成了分词的形式，因为我们之前讲过两句话包括是状语从句，甚至连这样并列的句子主语是一致的，然后我们就有可能把它改成分词做状语的形式哈，所以就改成了书上的这个结构。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用 dressed in， 你用分词的形式，后面就没有那个 and 了，千万不要加 and， 因为这样前面根本就不是一个句子，所以它没法跟后面的一个句子并列，把 and 要去掉。那么同学们，我们来看，你要表示穿着什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 wear？ wear 跟人之间是一个主动的关系，人做主语，然后是 wear something， 穿戴着，你不管是穿着戴着也都可以。
所以呢，如果我们用并列句的形式，就会说成这样 ：They were wearing dark glasses and old clothes and 什么什么。那么大家帮我把这个 wear 这部分，如果还改成分词的形式，我们就用现在分词还是过去分词了 ？Wear 跟主语是一个主动的关系，我们就要用现在分词。Wearing dark glasses and old clothes, they had taken special precautions. 同样。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连词了，所以说呢，该用现在分词该用过去分词，你不能光看意思，一定要看具体的某个词它跟主语之间到底是一个主动关系还是一个被动关系。你看在这儿我们用主动以及书上的被动的形式其实都翻译成穿着戴着，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咱们不能光看具体某个词的意思，要看它具体的用法，这样才可以。好，往后看，dark glasses 这就是墨镜，也可以叫 sunglasses 或者是 shades 都行啊，都可以表示太阳镜、墨镜。咱们继续往后看 ，so that 引导的是一个目的状语从句。那么我们在59课的时候讲到过，相当于 in order that 什么什么引导目的状语从句。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要用 so as to 或者 in order to， 也是引导目的状语，但它不是从句，后面要跟动词的原型。这是大家所知道的用法了。我们来举例子，比如我说呢，我说我们早起以便能赶上第一班火车，我们应该怎么说？如果我们用 so that 就怎么说呢 ？We got up early so that。或者你用 in order that we could catch the first train， 我们在第59课的时候讲过，一定要有一个情态动词，当然你在这用 would 也可以。如果我们用 in order to 或者是 so as to， 那么就要说成 we got up early in order to catch the first train， 或者你说 so as to catch the first train。 但是我们说用这两个结构的时候，主语需要是一致的，早起是我们起的，赶第一班火车是我们赶的，主语是同一个人，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 so as to in order to， 对不对？然后大家接着来看，如果是 so that in order that 引导的后面的目的状语从句是个否定的话，这个情态动词一般来讲我们会用 should，一般会用 should。 比如我说他往下看了看，为了呢这个他那个 she 不看见他的眼睛，怎么说呢？ OK， 再举个例子，比如我说他往下看啊，就为了那个他不看见他的眼睛，这个时候呢大家看我们要说成 he looked down so that 或者 in order that she should not see his eyes。 如果后面是个否定句，通常这个情态动词是要用 should 的。但是呢接下来同学们我们再来看，我们要温故而知新，再做一个知新的过程哈。 so that 也可以引导结果状语从句，它可以引导目的状语从句，相当于 in order that， 也可以引导结果状语从句，这个时候不相当于 in order that， in order that 是不能引导结果状语从句的。比如大家来看这句话，Mary has caught a very bad cold so that she is in hospital， 说玛丽呀得了重感冒，说因此呢她在医院呢，她住院了。那么大家看，现在我们就用 so that， 这个 that 可以省，我们就不能用 in order that。 有的同学说那我到底要怎么分呢？区分起来很简单，如果 so that 引导的是结果状语从句，我们看从句当中是没有情态动词的，看到了吗？如果引导的是目的状语从句，那么从句当中需要有一个情态动词。当然呢同学们，我们表示结果啊，如此怎么样，以至于，那你可以说 so 什么什么 that， 你也可以说 so 什么什么as to， 对，你把这个 so that 俩分开啊，就表如此怎么样以至于。那么 so as to 本来不是跟 so that 差不太多吗？我们现在仍然可以把它分开， so 怎么怎么样 as to， 这也表示结果的。举个例子，比如我说他是如此的生气以至于他这个骂我，哎，骂这个词叫 swear， 过去式 swore， s-w-o-r-e， 所以我可以说She was so angry that she swore at me。 那么我们看这句话，如果用 so 什么什么 as to 怎么说呢？
She was so angry as to swear at me. 原型 swear, 过去式 swore, 就是在这表示骂。所以这几个搭配我们要区分开。我们继续课文往下看。But as they soon discovered, disguises can sometimes be too perfect. 但是呢，正如他们不久所发现的那样，伪装呀，有时候是过于完美了。大家把这个 as they soon discovered 画下来，这是 as 所引导的定语从句。这种句型咱们不陌生，以前见过，对不对？但是呢，咱以前不知道它是个定语从句。今天我们来看，它是一个定语从句。为什么说是一个定语从句呢？你看看它符不符合定语从句的特征 ？As 在整个句子当中要不要做一个主语或者是宾语或者表语？做，在这儿它做 discover 的宾语，而且呢 ，as 代替一个东西，它代替的是什么呢 ？Disguises can sometimes be too。Perfect 这样的一句话，那也就是说，本来这句话呀，我们应该说成 disguises can sometimes be too perfect as they soon discovered， 这样就更符合定语从句的样子了。只不过今天 as 代替的，也就是说它的先行词不是前面的某一个词，而是一句话，也就是 disguises can sometimes be too perfect 这样的一句话。英文当中定语从句的连接词里面有两个，就是这两个关系代词我们都可以代替一句话，除了这个 as 还有一个 which， 它俩都可以代替整个句子，也就是说它俩引导的定语从句可以修饰整个主句，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用非限定性的定语从句，要加上一个逗号，因为你不加逗号呢，我们就很容易误解为是前面的某个名词，加上一个逗号，这样的话前面整个句子就是一个整体了，我们就更容易看得出来 which as 代替的是整个一个句子。只是呢，这个 as我们通常会含有正如什么什么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关系代词代替的是整个一句话，有正如怎么怎么样的意思，这个时候我们用 as， 没有正如的意思通常还是不用 as 而用 which， 但是 as 要更灵活。我们来看 as 引导的这个定语从句，我们可以放在主句前，可以放在主句后，而 which 呢，意思上没有限制，它只能放在主句的后面，而 which 呢，它的意思上没有限制，但是只能放在主句的后面。好，我们举个例子，比如我说，我什么也没说，这让他更生气。什么让他更生气呢？我什么也没说这样的一句话。所以这句话我们就会说成 I said nothing which made him more angry。我们看现在 which 代替的就是前面的整个一句话，对不对？那我问大家，这个 which 我可不可以用 as？ 你看看翻译成中文有没有正如的意思？没有，没有正如的意思，我们不用 as， 就用 which 了哈。再举例子，我说他是个伪装的警察，这让我很惊讶。He was a policeman in disguise。后面仍然用 which surprised me a lot。我们看这个 which 能换成 as 吗？也不行，因为呢没有正如的意思。接下来大家再看这一句话 ，He's good at English， which we all know。他呀英语很好。这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用 which， 但是我们看现在是不是也可以用 as 呀？你可以翻译成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样，他英语很好，对不对？所以这句话里你用 as 也可以，当然我们可以把 as 引导的句子提前， as we all know he's good at English， 但是一旦你把它提前，我们就只能用 as， 不能用 which 了。所以说呀，咱们以后见到定语从句的先行词代替整个一句话的时候，我们用 which 基本上没有错，但是 which 你需要放在主句的后面，有正如的意思你再考虑用 as， 没有正如的意思我们不用 as。 我们接下来看看二册课文当中的其他的用法，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吗？ As I soon learned he was English himself， 这是14课的最后一句话，对不对？正如我不久得知的那样，他自己就是英国人。然后接下来大家看这句呢，是78课的句子。 Anyway, as Brian pointed out, it is the easiest thing in the world to give up smoking. As Brian pointed out, 我们就翻译成正如 Brian 指出的那样，有正如的意思就可以用 as。 接下来大家来做一道托福的改错题。 As Napoleon once pointed it out, attack is the best method of defense.
正如拿破仑曾经指出的那样，进攻是最好的防守。Attack 是进攻 ，defense 是防守。大家说这句话有错吗？托福的改错，当然现在的新托福当中没有改错题了，以前托福当中有改错题，原来的托福改错题当中是一定有错的。这句话里哪儿错了呢？你跟刚才的那句话比一比 ，As Brian pointed out， 在这多了一个什么词？多了一个 it， 所以呢，这个 it 是错的哈。正确的表达方法呢，我们把这个 it 去掉就可以了。As Napoleon once pointed out, attack is the best method of defense。为什么要把 it 去掉？因为在这儿 as 代替的就是 it， it 已经被 as 所代替掉了。一个萝卜一个坑，那现在呢，就一个坑，你不能长俩萝卜，对不对？所以我们用 as 就不能用 it。好，这是关于这种定语从句，关系代词可以代替整个主句的这样的定语从句，大家要注意哈。所以这种定语从句呢，希望大家下去之后多做一些练习。那么课文的后半部分，我们下一节课来了再继续。